放心，本王不会杀你，用不着这么防备。本王若想动手，你活不到现在。那不知摄政王半夜造访所谓何事？不会只是闲着无聊找我聊聊天叙叙旧吧？你懂医术？略懂，别的不敢说，可是你体内的毒素，我敢说除了我谁都没办法。哼，狂妄。可惜我偏偏有着狂妄的资本，要不然摄政王也不会深夜造访了。女人太聪明可不是件好事，太蠢的话可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既然你知道怎么解本王的毒，本王命你现在立刻为本王解毒。解了你的毒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要知道我可是得罪过你，你现在中了毒活不了几天了，这对我不是很好吗？我不仅少了一个敌人，东岳更是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。反之我要是治好了你，回头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，这种亏本买卖我可不做。这个女人看似漫不经心又无厘头，实则聪慧至极。不做，本王动动指头照样可以杀了你。君离，我苏青音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有本事你就试试看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敢这么挑衅本王，你是第一个。还真是荣幸，我苏青音别的没有，就是有骨气。好，本王承诺你，你若能解了本王的毒，本王不仅不计较你之前对本王的大不敬，还赏你黄金万两，你意下如何？黄金万两？口说无凭，君离，我要怎么相信你不是诓我？你最后要是倒打一耙，我可是没有活路了。这女人上辈子穷死的吗？这枚玉佩是本王贴身信物，你拿着它就不怕本王不认账了？哎，好，成交。这枚玉佩你敢拿去当了，本王就一个子儿都不给你。知道了。丫的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她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丑。女人，你记住，没解本王的毒钱可别死了。摄政王放心。动作还真快。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大殿得罪了金陵国，他们岂会放过你？靠，希儿不在，穿衣服来不及了，我这身手再厉害也不能裹体大家。君离，我是唯一能帮你解毒的人，我死了可就没人能救你了，你确定你要做壁上观吗？怎么，你不是说你很有骨气吗？哎呀，摄政王殿下，您肯定是听错了，小的只有排骨，骨气那是什么？能吃吗？不管了。不知羞耻。彼此彼此，您堂堂北陵摄政王，深更半夜擅闯我寝宫，羞耻这方面也不遑多让。这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。